微波炉，房车里面有个微波炉还是相当方便的。幸好今天咱们在日喀则走的时候打包了一袋这个葱花饼，现在拿微波炉热一下，热个一分钟吧，就当干粮了。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半死不活了，好吧，半死不活了，只能休息了，尽量少动，尽量少动。哎呀，胸口好闷啊，整点鸡是吧，一口一口顶两口，哎，我们两个人现在在海拔4700的地方，然后煮个泡面吃，晚上就吃这个了，啊，太累了，确实，一下子从3000几来的3800到4700，一下子有点缓不过来，得切缓一会儿。没事，我很好，他不行了，搞反了。好不了，太硬了，我还硬的这边，你再泡会儿，再闷会儿呗。他那个让我们多闷一会儿，可以多吃点。我叫你不要做我贪官，你就是把那榨菜拿过来吧。人家黄长进是广东第一大宋师，你想跟中外黑白一面正上，我那只叫干爹的功夫，在下早就想请教了。哎呀，嘴唇好干，他妈的，听到好痛。特别干，是吧？我都有一点高反，何况你呢？直接飞过来呀，就是。嗯。那么低海拔直接过来。嗯。明天去那个什么吉隆，中吉边境那个小镇应该海拔低一点，因为人口比较多的地方，相对来说海拔都是比较低的。嗯。那个昨天去洗澡的那个服务员不是说那边挺漂亮吗？漂亮的话可以待两天，我呢，啊，待两天再说。不，后面太荒了，我靠，太荒凉了。是呀。连棵树都没有。我的妈！我连适应时间都没有了。这不给你适应那天吗？你没有，他妈适应一天，人家都要三天打底，好吗？那你早说呀，早说就日喀则让你多适应几天了呀。那日喀则，但是日喀则也是挺高的，是吧？也挺高的。日喀则也有3800米啊。像拉萨这种3500、3600啊。你搜一下嘛，那边吉隆海拔多少高吗？我搜一下。可以搜一下这边，日喀则阿里地区，要么。国道219上哪个地区海拔比较低，然后去那边。我们现在呢是已经躺床上休息了，早早的就上床了，差不多就9点多10点多就上床休息了，然后我在这边做作业，朋友在上面休息。这海拔4600米，这整整4600米，真的。看我们边上还停着一辆房车，4600米真的有点夸张，阿婷都有点反应。吉隆是多啊？你看一下吉隆，看一下那个中尼边境那个吉隆，不知道啊。吉隆有县，然后有镇，吉隆镇就是边境了，吉隆县还是在边境上面一点。4200多。吉隆县也有4200多啊？这么高呢？全县平均
那样的，那至少要比咱这低个三四百米。县城4200。嗯。估计今天晚上我们两个都睡不着觉了，因为这边确实海拔太高，所以比较难以入睡，头都是有点那个胀胀的。这外面雨真的是下了一晚上了，到现在还没下完。这下一晚上，明天的路不知道好不好走，估计是难走了。有些人因为这边总是在修路嘛，哎。而且在高海拔地方很难睡着，像我朋友他就睡不了，差不多就睡个，20分钟十几分钟，然后就醒了，特别特别难入睡，海拔太高了，总是容易惊醒，而且外面在不停的下雨。